喂，小李，哇，这个电影，哇，你这个女演员啊，很顶啊，快点！哎，小李，Excuse me，哎呀，看少才会死咩？大地真的是大地，人都大一点。别，我想吃 popcorn。啊？那是一开始哦，你现在在讲，刚进来说你不讲。突然想吃了吗？每次都是这样的哦。你看自己走出去五分钟来回，我们走五分钟怎样？你回去也有看了、啊，每次都是这样，累人，真的是。等一下啦，哎，走。我是你的心理醫生。Excuse me. 你可以叫我阿靜。Excuse me. CC baby， 你今日嚟揾我，係咪有啲咩想同我講？嗱，我跟你講，他肯定不會死啊！跟你講，哎哼，對不對？哇 ，baby， 你很厲害咧！我都跟你做編劇了。可是哦 ，baby， 這個什麼意思哦？我不明白咧。哎呀，你就是看就不懂啊！打妈妈嘞，不会痛咩？你看你杀人哦！你不要真打了咩？演吧好吗？阿 B B 啊，小声一点啦！嘘。我连晒都找不到。喂，唔好再踢我张凳得唔得？我以为我睇紧 4D 嘅。喂，唔系我踢嘅喎。嘘。Hello， 喂，我在看戏啊。我看那个《残影空间》啊。我那个江浩文，还有那个 Steffi 演那个咧，《残影空间》啊。什么？喂，忍你很久了咯。喂，我忍你好耐咯。睇紧戏，你食嘢、讲电话、倾偈、穿剧情、踢灯，你有冇工作心噶？咦，姜浩文？乜 Q 嘢姜浩文啊？喂，一样样我仲唔系你？喂，姜浩文喺嗰度啊，我唔系姜浩文啊。啊，是但啦。喂，你哋咁似样，影翻张相啊，好快噶咋？影咩相啫？嚟啊！喂，够啦喎！大家睇紧戏噶嘛，嗰度影死影人影飞咗石咁样，又讲嘢咁大声，尊重下人啦！喂，当你自己屋企嚟噶。喂，唔系啊，喂，唔系我眼瞪噶喎，叫我影相，佢死话话啱啦。我都冇倾。赶人出去啊！喂，真系阻住人哋睇戏真系啊，冇家教啊真系。怎么？我在看戏啦。周末连一个两个问我同样的问题。我在看那个残影空间呐。那个是你放在水里边嘞。喏，那个江浩文还有 Steffi， 还有那个，还有谢君豪演那个毒蛇大壮的金大壮啊，3月2号上映啊。OK， 知道吗？去看。OK， 不要打扰看戏。OK。姜浩文，我你唔影咩？唔系姜浩文啊，我帮你影啊，嚟啊，咁都影啊，姜浩文啊，真系，你睇紧戏剧啊？我中意姜浩文啊，唔得啊！突然想吃多了，那米小子啊，下次给钱，对楼没啊？你要画画那边啦，画画你老母 ，Q 嘢姜浩文啊，唔系，诶，Q 做咩你？睇紧戏噶，一个电影嚟噶。喂，睇紧戏噶，一个电影院嚟噶。戏院，睇紧戏噶嘛，嗰个死影难影，个 perfect 真系石咁样。喂。
睇戲睇戲睇，仲吉。不過呢，跑啊！不要吃蛇，賣給你，然後你自己不吃，你給隔壁男人吃啊？怎麼？又吃給他吃了，拿刀拿刀。是超级班。日本人還是這麼高。PG 是三，不能講出口。PL 不敢。